透过这个云林未来展，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疫情过后，我们能够有崭新的这个未来哈。那不只是把云林县打造一个未来好体态了哈，好时尚了，好好玩了，好好吃了哈。那甚至呢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结合大家智慧的结晶了哈，因为不同的品牌都在这个平台里面在这里交流分享经验。那希望透过这个 YCDC 本身的一个孵化基地那透过云科大老师的一个传承跟教育，那我们未来更多的青年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台让他们很多的这些产品都能够大大的促销希望他的好产品也能够被看见。 YCDC 除了是孵化然后辅导然后还有就是展售之外，我们呢也把它当成就是云林在推动文化观光的部分，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地方一走进来就可以认识云林二十个乡镇的物产，那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基地。我们成立已经迈向第三年了，那我们目前就是以创业文化跟好课程还有相关的这些辅导活动去运营这个单位，那也希望更多的云林的这个青年人跟其他的这些民众可以认识到云林县政府推广云林创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